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。 大约2023年啦，第一个节目啦，第一个嘉宾请嚟咧就系阿 John。阿 John 你好，好荣幸啊！系啊， okay, 你知唔知点解最紧要呢？就系我谂所有嘅网友啦，或者好多投资者都关注啦，今年咧究竟个环球股市啊，个策略应该系点？